6月10日一大早，陈伟霆在微博中晒出一张自己撩衣秀腹肌的照片。照片中，陈伟霆露出线条分明、结实的腹肌、人鱼线、马甲线、胸肌，让人血脉喷张，还留言称么么哒、么么哒，看来是对自己的身材也很是满意。微博发之后，引起网友围观热议，就连火花社长刘烨也忍不住在评论中尖叫：天哪！网友忍不住纷纷留言：你一定 PS 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晒腹肌真的好吗？小心一众美女直接吃了你。而随后，有细心的网友扒出了陈伟霆早前的一些照片，这真是少有不露腹肌的，看来真的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啊。也有网友给等等重新封了称号，活脱脱的炫富狂魔，有木有？芒果捞新闻，小编已经不忍直视自己的肚子了，报道。6月10日一大早，陈伟霆在微博中晒出一张自己撩衣秀腹肌的照片。照片中，陈伟霆露出线条分明、结实的腹肌、人鱼线、马甲线、胸肌，让人血脉喷张，还留言称么么哒、么么哒，看来是对自己的身材也很是满意。微博发之后，引起网友围观热议，就连火花社长刘烨也忍不住在评论中尖叫：天哪！网友忍不住纷纷留言：你一定 PS 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晒腹肌真的好吗？小心一众美女直接吃了你。而随后，有细心的网友扒出了陈伟霆早前的一些照片，这真是少有不露腹肌的，看来真的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啊。也有网友给等等重新封了称号，活脱脱的炫富狂魔，有木有？芒果捞新闻，小编已经不忍直视自己的肚子了，报道。